0.1到2秒的时间去找到一个团战很好输出机会。你如果在这一段时间你出去的话，你绝对跟不上观众。你觉得你绝对会跟不上我，不是跟不上观众啊。算了，我的，吃饭吧，我的问题不该说了，我不应该怪我的队友的，输了就输了，没关系的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，兄弟们？我的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的问题，兄弟们，诚恳的道歉，我的问题，兄弟们，不该说这些了，兄弟们，下一局了，别说了，我的问题。明白人都知道我是对的，有些时候不一定一定要对，我错也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是主播，我的对错没有那么重要的。一顶皇冠还远远不够，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坚信他自己相信是真的，哪怕这个事情到最后其实都是自己的误解。比如说你去网暴一个人，比如这个人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，然后你去网暴了他之后，你大家都一起网暴他，到最后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这样的，你不会选择原谅他，反而还会骗自己，我错的是对的。这是舆论压力啊，没办法。哎，完了，失误了。拥军才会刀下留情。哎，我以为打乌鸦呢，瑞文上单。你还好吧？这阵容也能打。我击退了所有对手，其他女王也都将溃败。哇，牛逼！权力本身就是武器，当我正好使用。免礼，平身吧。无论是权柄还是利刃，都在我虎掌之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不说话好吧，兄弟们，这把游戏这个人又开始输出我了，我不说话好吧，兄弟们，我既然上把游戏都这样了，我就这把游戏不说话了，我不抱怨了，我不说这个人骂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其实如果换我的脾气的话，我肯定会跟他互动一下的，但是你们让我不要这样互动，那就算了呗，我都收割了，他还要说我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这他们的怨气太重了，我不说话。杀伐不是出于私人恩怨，是因为。
杀地龙他妈的。他人马被弹下去了。加冕仪式尚未结束。我戒指掉了。我的皇冠。人马被弹下去了，我该再等一下 QQ 的。我该走到皎月的下面往上丢 Q 就好了，就应该把他们骗到墙，靠到墙这边来，然后往下走，然后把他们骗上去就好了。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问对手。没事，早点儿。外交没那么重要。用刀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啥问题？他们害怕的是兵刃，而我就是兵刃。能走吗？能走的吧，能走。我是渡神的，是渡神吗？不用去了，他们应该都杀完了。皎月在下面，那这个渡神加塔，这个瑞文炸了呀！这瑞文，这瑞文没得玩了。哎，这是艾欧尼亚200分的局，这都是差不多哦。这把还好，这把都还低一点。没有之前高，这隐藏分之前可以排到200分，200分左右吧。很菜的兄弟，我说他们菜，你们要觉得我装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啥。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还没有峡谷那种峡谷转三转四的厉害。纷争不断，联盟脆弱，政权动摇，恰好为我所用。真的，就他们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强，你知道不？就很弱。就正常情况下会玩的卡，会玩的瑞文讲道理啊，正常情况下是压卡特玩的。就卡特玩不了的，就对线，也不是对线玩不了，就是没那么舒服，你知道不？这盘游戏瑞文完全被我压在塔下，就被我压着玩。这瑞文，就前面都是压着玩，你别说，不要说我拿了三杀之后啊，我前面就压着他在玩。兄弟，你怎么第一个冲进去了？哎，人呢？螳臂当车，可能有点小失误啊，这不。王之命，不容置疑。可以的，牛逼，牛逼，好吧，夸一下这人马，这人马抢到了。对了，我九分钟神装的呀，兄弟。以前要是现在这个代练单也很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拿卡特真的嘎嘎收割，我操，一个月起码挣个5-6万块钱没问题吧。以前那种打死打一把，我操，加好多分呢，加好多钱呢，死了呀。啊，有闪现那你死不了，牛逼牛逼，好吧。皎月在后面，皎月在里面，百分百，10%、10,000%、1000万、1亿在里面。啊，不是在这里，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上麦野区啊，上麦野区，别误会了。皇冠洒下鲜血，我以痛。
就他百分之一个亿在我们野区，明白吗？我不是说他在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不是说他在桃里面，他都在这个野区，这块野区。瑞文敢这样走，证明他肯定是在这个野区的。二塔有了呀，二塔他吃不了了，但这个兵线不好。这个号就打一局吧，打几局了？这个号一二三四五，哎，五局够了呀，五局这把打完差不多了，主要是这个区几点开始啊？再给他打一局吧。不对呀，我他妈几点钟开始打的？十点半，你打那么快？十点半开始打五局，应该是三个小时啊。我排队还排了那么久，别让瑞文看到了，他会清这波线的，不让瑞文看到了。好的，这个皎月，我说错了。下路不见了，小心点吧。七级，我他妈十级。我就亚索输了一把，秒了一把，亚索输了一把。死在上面。有表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这个战绩老是就是一直不消失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一直不消失，很烦。我击溃了所有对手。啊，切掉吧，切掉。其他的都讲。可以一个，可以一个，谢谢，谢谢各位老哥，我九成了。老换的。Shut down。尽力的。他红尘，红尘有真实伤害。唉，血量多一点死不了。啊，去杀人了，我不能刷野怪了。啊，对面有点怂，狗在里面不出来。我操，牛逼，人马牛逼，我操，牛逼，好牛逼。我操，好能吸，我操。我操，牛逼。我操，真牛逼啊。好菜啊，这个螃蟹，我操！螃蟹这样玩的，你去学一下那个，哎，不是有一个那个玩螃蟹的吗？哎，有个玩螃蟹的挺厉害的，出肉呀！我觉得螃蟹出肉比出这个装备厉害。出那个什么装备我也忘了。三输掉了，我该回家出装备的。没事没事，
问题，我他妈十五分钟两件套，我就不是不除掉三人书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三人书，我十五分钟两件套，你们也玩不了，就已经领先很夸张的经济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领先对面将近三千多块钱，我领先瑞文，就我这样一直送，我都比皎月领先一两千块。他们很劣势了，他们这个马上都要六成了，我是送了两个终结，不然的话这里肯定是六百的赏金。领先皎月一千多块钱吗？我跟着队友打团就好了，主要是我这边没找到团战可以打，一波团战就收割起来了。这场争斗只是开始，你看我死两次，我等级经济都比他们高，就代表他们翻不了了，我能这样浪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翻不了的了。跑好快，皎月还是有点小 counter 卡的打野，皎月有一点点，就看看谁的放技能，怎么放技能，就是互相 counter， 如果是我先手技能的话那就是我 counter 他，如果他先手技能我的话就是他 counter 我，跟打男刀一样的，应该一个被动可以清完吧，是的，后面有个露露，不打架了，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不打，如果大家都不打架的话，就发育就补刀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着急的，我这盘有点急了，想杀人，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境就是问罪杀头。队友不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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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秒个屁，你秒感觉又在吹牛逼，我操，他妈的吹牛逼不打草稿啊，这个人呵呵，秒谁？你秒谁？啊，然后我秒你吧。生命苦短，我的人马快来、啊！血将远远。你勾啊！你在干嘛？哎，老子真的，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！他妈，你打别人伤害都没有，他妈的还秒呢！卧槽牛逼，快留点蓝够吗？够吧，我来，等我等我，他会吃直播线，他会吃直播线，他一定会吃直播线的，你们不来打呀，这人马都不来打架的，那么肥，我他妈一直想打架，他们一直不打架，杀伐不是出于私人恩怨，你看这个人马已经对我有极度的那种抱怨心理了，我跟你说，就从开局那一波我都不想理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人马就一直就怪我前面开局那一波慢，
我不是慢，我没技能，瑞文有技能的，我不能从这个草丛那样过去，那样过去的话，那个瑞文会打死我的。感觉打不了吧，兄弟。硬打嘛，硬打会炸的呀。一团战就好了，打团就行了。哎，这人要只会出事，他妈这人只会出，老子不打，老子就不打。打再过去肯定会炸的，一定会炸的。到底他妈的会不会是要知道什么叫他妈的含金量吗？反正这些就是嘴厉害，知道不？就嘴厉害，真正要打起来了。你知道这个团战的含金量，这个团战开起来的含金量吗？我不想理他呀，我说了我不想理他。这个人马一直在抱怨我，我不想理他。我上把游戏就是因为这些队友他妈怨气很重，导致我在说他们，说了他们让观众又不舒服了，因为观众看不得我去说别人，你知道不？他们只希望别人说我。只要自己不说别人就行了，做好自己吧。当作为一个主播不能这样的，不能去说别人，说别人就是错的，不管别人对还是错，我说别人就是错。不是人马开的好吗？好，人马开的好，人马开的好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嗯，人马开得好，人马开得好。我看一下人马开得怎么样，我去看一下好吧，给他点个赞好吧，满足你们好吧，满足你们，人马开得好，看一下好吧，看回放 Cibo 是不是人马开。